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，和阿里贝贝一起来练武功，学习 SOLIDWORKS 3D 绘图技巧，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这个零件，这个零件并不复杂，大家如果快速画出 3D 图档就看个人本事了，这也是在测试我们的绘图与判图的能力。今天就来画这个 3D 图档给大家参考，你也可以自己先画画看如何快速画出来这个 3D 图形。那我们先来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，这边孔径15毫米，这边三个也是孔径15毫米，这边中心距70毫米，前面这两个圆孔距离60毫米。外面三个圆角半径都是14毫米。这边距离70毫米，中间圆柱半径25毫米，上面圆半径35毫米，底座高15毫米，这边高15毫米，圆柱高42毫米，这边厚8毫米。这边切口圆半径52毫米，那了解它们的外观与尺寸后，那怎么样画呢？我们就开始来动手吧。我们重新画一次给各位参考，选择上基准面草图绘制，选择线几何建构线，在这边画一条水平线，确定，选择圆，上面这边画两个圆，这边也画两个圆，确定，选择线，在这边画一条线，确定，选择线与这两个圆相切，选择线，在这边画一条垂直线向上，转切线圆，转切线与圆相切，切点，选择线与这个圆相切，选择线与这圆弧相切，选择线与这圆弧相切，选择圆，上面这边画个圆，切点，选择这三个圆等长等径，选择近色，选择近色图圆，近色与水平线，确定，选择修剪工具，修剪不要的图眼，确定，选择圆，上面这边画个圆，
确定，选择圆，上面这边画个圆，确定，选择修剪工具，修剪不要的图圆，选择智慧型尺寸，这边圆孔直径15毫米，这边圆孔距离是70毫米，这边圆孔距离是60毫米。外边圆角半径14毫米，外边圆角半径多是14毫米，中间这边圆半径是25毫米，上面圆半径35毫米，中间这边切口圆半径是52毫米，选择特征，生长填料，给定深度15毫米，轮廓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确定。选择草图二，生长填料。给定深度30毫米，轮廓这里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，确定。选择草图二。生长填料，给定深度80毫米，轮廓这里，确定。选择这一面草图绘制，选择草图二参考图圆，选择特征生长填料，给定深度8毫米，轮廓这里，方向向内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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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确定。这样，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。再来，我们给它上个颜色，选择黄铜色，确定。整个立体图就是这般形状。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，上面圆半径35毫米，这边圆孔距离是70毫米，这边圆孔距离是60毫米，外边圆角半径多是14毫米，这边圆孔直径15毫米，这边切口圆半径是52毫米，外边圆角半径是25毫米。这边高是15毫米，这边高是30毫米，
这边高是80毫米。这边厚是8毫米。这整个尺寸是正确。这个图形实体很简单，利用深长与填除掉功能，就能快速的画出所要的 3D 图形。简单几个步骤就把它完成，看过你就会了。当然画画有很多种，我们要求是快速并正确的完成任务。当然功夫没有速成班，唯有不断练习才能见招拆招，从容解决问题。好 ,OK, 我们今天 3D 绘图的视频示范就到此结束。谢谢各位观赏。若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OK,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，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。在 SOLIDWORKS 3D 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来信，我懂的事会尽量回答你。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，也请你告知指教。正所谓教学相长，看得越多学得越多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，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，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，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。